袂当，你袂去边啊去边啊。阿王啊，咱即摆是毋是伫天牛大林的大门口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呀呀！阿王啊，行哈尼久的路会忝无？呀，要找个什么所在休困一下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我即摆目睭无看，你也甲我斗注意哦。我听你讲哦，听刘大人的车吼是迄乌头啊车啦，足好认的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以前我咧打三轮车的时阵哦，拜拄着啦。你要注意看哦，然后看到吼，爱紧甲我叫，知无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赖阿信，赖阿信，听看我来去动车，看我来去动车。哎，恁两个在做啥？你准备做啊？我等准备甲田刘大林报告，我等准备甲田刘大林报告。田刘大林转去东京，我是伊的太太。啊？那你要怎做？不要紧，有啥物代志，甲我讲也同款。秘书，甲因讲的详细写起来。是，这位先生，你有啥物冤情，你会使做你讲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伊真冤枉啦！伊即摆还阁跪伫龙啊来，伊是去哦，去互因一管家，或者张金元甲陷害啦，是因为哦有迄八少的代人哦，才安尼啦。小奶奶，看见中招，在阮厅顶分的车。这不知死活饲命狗，搁在那变鬼变怪。玉琴，你留意一下。阿孙啊，嗯，张哥出来。出来。青莲，我姐姐。阿忠，阿忠啊，阿旺啊，你下午够好当，也敢站听张大爷的乌头仔吃，看到不够用的，这哪有算啥的啦？迄听张夫人哦，做人袂歹，讲要替咱出一口气呢。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，站站站。啊对啦，车班兄弟啊，顶面拜托恁哦，去顺的溪边哦，找迄陈家老头家的代志，恁通袂记的呢。有啦有啦，真的啦，我嘛拜托别人去找呢。哦，啊对对对，哎，赶紧煮两碗面哦，来来来，食些点心啦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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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那无哦，咱俩常常了欺负哦，对一点仔办法都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是烦恼哦，伊连顶头都买小气啊。无可能啊，张警官哦，还阁是个小叫嚣。这世间哦，一定要阁有一关有正义感的大人哦，会替咱出一口气啦。对，这上一个天理啦。是甚物人的心意？做歹代志人是你呢？那你讲对啊，唔对啊？我是当做唔对啊。我所做一切拢是为着陈家好呢。你想看卖？陈天生抢大人的情形要倒到是事实哦。那若唔是我伫外口咧替伊走状，伊今仔个会安尼无代志是无？那若唔是我咧替因烦恼因家的家务事，今仔日因家会遐尼平静呢？张金元。你面皮实在有够厚的呢！你讲陈家无代志，好，我问你，你老头家是安怎死的？哦，那这哦，你得问伊家己啊咯。我跟你讲，你想要讲什么话啊？啊，人都死去了，你要叫我问啥啊？我是无想要讲啥，我刚才是来通知阿忠啊。假使厅长大人也清清菜菜相信你的诬告，害我去坐监，啊，那是安尼。我为着要保护我家己，我只好先把天星安葬。把天星安葬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跟我讲清楚。已经足清楚啊，唔免阁加讲。小弟，你欺人太甚哦！兄弟，好，小弟，好事。哪个拍落去出人命啊？刘金环，你唔紧走，要死掉要怎？我替人叫来好啦！你叫人紧来走，莫叫我拍死啦！来等下。林静，阿贵爷，阿咱来甲拍个只食啦，伊唔知来找人报复未？唔免惊伊啊，咱随时食青梅蛋呀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足着急的，也不过规个母拢无看到心的，而且厝内面阁遮尔啊平静，应该是走啊，还是讲爱无看到金元，伊人呢？陶经理啊，啊，你在看什么啊？无代志罔看啦。哎，你是真杂念呢，阿春啊。嗯。啊，奈拢无看到金元少爷哈？我哪会知？伊是主人，我是下骹手人呢，我哪通甲问遐济？头家娘啊，啊，你哪会甲我问遐遮奇怪？啊，去哪嘞？啊！你今天哪会无抱来？困啊！牛婆王地条条啊，阿伯也无地走啊。牛婆王地条条，阿伯无地走嘛，都无好耍。小奶奶啊，你唔通在遐耍啦！你若要耍吼，你出去外口耍，阿伯会吵到头家娘哈。来啦，出去啦，阿春啊！哈？新莲虽然小，也毋过伊总是陈家小奶奶，是我的新妇。你若嫌吵吼，啊无你出去，互伊踮遮陪我啦。咩哪会用的咧？头家娘啊，我捌听人咧讲吼，较早恁大家新妇袂好呢，啊你搁定来甲冷滴，万一伊若对你乌白来，安尼变啊？唔好唔好，金门少爷受伤，大家进来哦，进来到大家见哦。新莲啊，讲啥啦？丢起人搞
我对条条，我无法度走啦。你是谁啊？小奶奶啊，嗯，我带你出来佚佗吼，来，你要进来，走啦。这么重！谁打你啊？那些三轮车夫，那么多人打我跟阿孙那两个人。阿浩，去提罐香油粉。好，阿弟，顺便提几袋吊哥出来。好，谢谢。下来，你要紧无啦？来叫我拍到你啦！我给你拍油啊！啊！你来啦，真疼哦！你是安那叫我拍到安尼啦？是啥物人给你拍到这苦啦？啊！等下哦，叫一挂人去拍倒转来。阿春啊，你是我请来的，你有啥物资格要出主意来强出头？无啦，少爷，我是看你叫我拍到安尼，你敢会甘愿？好啊，无代志，你落去啦。胡思乱想，我现在心情很乱，不要摆脸色给我看，好吗？对了，阿东现在已经上告到厅长那里，我们得赶快把印件拿到手才行。少爷，少爷，来。今麦日时啊，吼，真歹做代志，都爱利用暗时啊。我看阿珠啊吼，敢若对我真忠，可能袂反背我。无安尼啦，只好试看卖，叫阿珠啊甲你斗三工，安尼好无？我进去来去。三轮车拍着伤吼，就亲像叫狗咬着、羊踢着，无地套啦。当家祖先吼，实在是有灵有相。迄张干家吼，叫拍甲做狗白，实在是。哦。你讲人的歹话，我拢有听着哦。小奶奶，来啦，咱来遮坐。小奶奶。就叫我去拍做到白，哀哀叫，敢讲你无欢喜？对啦，你千万莫甲人讲哦，若无吼，我著亲像阿公阿讲的。阿公，阿公陪溜溜。对啦对啦，阿公陪溜溜啦。像种歹人吼，人讲出世呢，应该是一鸟二下三千五。张官家生做着亲像人款呢，嘛无生做花巴面啊小狗吧，哪会这尔啊歹心度行哈？搁再讲，翁起好食，嘛爱早当时起猪啊，头家娘对这尔啊好，不该收做客囝，伊不但无感激伊，反倒转来搁来害单家。小爷吼，去害到去人家去关，翁啊去害到白家。对啦，啊老头家真该落水，嘛是算伊害呢。人讲哦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一定有报应的。有人讲吼，咱若无顺天理吼，天着。人若无顺天理，天着无照驾驶。对啦对啦，人若无顺天理吼，天着无照驾驶，伊吼一定死甲足歹看的。像这种歹人吼。大雕哥嘛无效啦，伊应该吼去高牛屎啦，以后一定是吼破病摇摇伊死了，死了死了，死了无超笑。对啦对啦，死了无超笑啦。阿祖，你嘛叫你魂丢金完先。小奶奶。
你莫笑，你是假笑的吼？你是不是回来照顾头家娘跟孙小姐的？阿祖，你嘛足有心的，这阵啊，你为东港嘛受足多苦的。无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今嘛有一件足紧急的代志，你敢愿意跟我斗三讲？当然嘛愿意。小奶奶，你讲什么？我就做什么嘿。那安尼，我跟你讲。你在我心内上深的所在，一生一世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阿大，阿大，哎，阿祖啊，你来这要做啥？要叫这啊？不是啦，我是。哎，阿祖啊，你先听我讲。我今仔几群人哦，将中央大哥拍到最告白啦！我知啦，伊即马伫找，听讲哀叫呢，迄上游啊好搁要几罐，听讲搁叫人买十几块吊钩转来打呢。有影、哦，哇，爽爽爽！哼，你若是更毋知影反悔吼，你是干要打吊钩尔，再甲伊拍互伊脱腮着，拍互伊骨头拢做断，互伊扯骨头腮转来吃。哼，对啦，我是甲你讲吼，今下暗十二点，你搭三轮车来阮家后门小等。阿母，金官啊，你的伤有要紧无？这一点仔伤无算啥，也毋过重要的是，就像阿母你所讲的，我无命无分，替陈家在发落这个家，互人在目眶吃，互人在欺负，我心内实在足恶准。阿官，阿母已经要保贝温应坚的事了，他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是呀、啊。来，头家娘，咱厝的新棉哦，一定会保庇咱的啦。只要若问出讲迄个印鉴藏在什么所在，你提提，将遐的田地拢卖卖，天生啊紧甲救出来，安尼咱一家人都会当团圆啊。咱陈家的祖先一定会答谢你，庇佑你的。祖先，不好心不说发现了一切代志，连在天之灵都唔看到。当时我老糊涂，去听到丁金元的话，一个罪过，我死了后会来向恁赔罪。也不过今物，恁千万都爱保庇我，唔通让我讲出应该在什么所在。阮是要喜人张金元因，回头让新田有时间去提应该。
啊，带阿妹赶紧离开。阿母，阿母，啊，你是咧念书还念遐久？你毋是咧问讲应该放伫咧倒去？是啊，我拄仔要问啦。要问进前哦，啊，毋着爱小甲祖先啊讲一下这个代志的经过啊。来，背给我。东家祖先，秀姐啊，迄天哦，去卢师遐，啊，要认金官做义子，结果哦，我一个印鉴都安尼碰见啊啦。啊，迄个印鉴是牛轧车的，用一个皮褛啊吼，甲撸起来。我都会记得讲我有扎回来嘞，不过一直想拢想袂起来，讲吼我到底是藏在什么所在？今仔日哦，我就诚意的要来请示一下，到底我迄个印鉴是藏在什么所在？啊，我拨一下杯吼。啊，那你要甲我讲是藏在什么所在，请你饮我一杯。马上就过去。春来，爹谢你哦。给。拢跋无背，啊！我过来问看卖，看到底是在伫厝的，是在伫外口。刚就到啊！时间是到，也毋过新民小姐奈怎还袂来咧？毋知发生什么代志无？安尼这……啊，无可以看卖吼。
小奶奶。你点我心内，想情的所在。他心不能在一起。小奶奶，小奶奶。走啊！你在创啥？无啦。无。啊！你三更半夜唔困，抱囡仔出来才创啥？啊！拄则着因为囡仔伫哭，我想要抱起心莲小奶奶啦。心莲小奶奶。哼。啊！伊敢无伫个仓库房诶？我来去看卖吼。阿孙啊，你跑怕有丢呀？不讲尿尿啊！严总，打住！打住！阿孙，好。阿哥，你讲啊，你三更半夜搬树啊，你要当家创啥？我。紧讲。我不不。你打住！你来创啥？我找心莲啊。找心莲。啊，你来找创啥？啊！你创啥哩啊？哎，你免耍耍，你嘛免耍，吼。心莲，你拄则走去倒位？无啊，我哪有？无，你是不是走去摕囡仔？啊，囡仔？囡仔，囡仔在睏啊！你看，天较暗啊，囡仔都嘛在睏啊。我弟醒啊！你撞死啊！你撞死啊！你撞死啊！说说看，看阴间在不在身上？你懵啊！你懵啊！懵啊！懵！哎，阿哥有接你遐。本来我安排心莲人摕到印鉴了后，就叫阿哥载伊走。即马代志变，心莲嘛唔知有摕到印鉴无？人啊，唔知有要紧无？陶经理嘛，啊，你要变数哟？我带你来。你安尼是伫创啥？是伫搞测试？无啦，陶经理啊，是少爷叫我讲。阿好好来照顾你的啊！对啦，阿母，阿春安尼讲无唔对啦，我请伊来是要好好照顾你的啊。伊安尼敢是伫照顾我？伊根本就是伫讲饲我。阿母，莫安尼讲，拄只狗啊走来咱陈家吼，啊心莲佫唔知走去倒位啊，我咧想。敢会走去找印鉴？讲起来，这个心莲嘛真害呢。伊也毋想看卖呢，天生去用掠去鬼，都强要无命呢。啊，印鉴有摕无，伊也毋讲出来啊。我是惊伊乌白走，印鉴会去拍无去啊。所以我才做主甲关起来。什么啊？你
搁甲关起来。无法度啊，我一定爱安尼逼伊啊。逼伊？无啊，金官啊，你是要安怎逼伊哈？阿母，这你放心啊。若讲对付心莲，我是上难行的。就较早你对付的步数，我若捡一半步起来，已经都够啊嘛。阿母，这暗啊，你嘛得好通休困啊哈。我来走。真，啊你也无闲规工啊，你嘛好通休困，哈。我知啦。我要想讲吼，要较早来休困的，啊，你的睏衫我甲你囥在遐啦，啊吼，药我甲你囥在遮，啊，你等下吼，唔通袂记食药啊，哈。无用做你啦。心灵阁叫人关起来，安尼一定足危险的，安尼是要安怎的？不行哩，我一定爱想办法。你看那个印干，是不是还在？阿狗，阿狗为了要来接我跟阿蜜走，没想到事情没成，反而被张金元当作贼来打，还抓进来关。现在他被打得昏死过去。如果不快点带他出去治疗，恐怕会没命。少爷，俺们请看卖家己有几扭重，你搁点样我看卖嘞啊？哎。你这个人别安尼啦，人咧困呢，别甲伊吵啦。你，心莲，我甲你讲哦，我不管你是真笑还是假笑，为今仔开始，谁也袂用送饭来互你食，我要活活甲你饿死。我看你再用个冻偌久。深深地爱你，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
阿母，这三更半夜，你徛伫楼梯下来咧创啥？啊，我都困袂去啊，想讲安尼爬楼梯一下，脚较会激来，安尼看脚会较紧好未？阿母，阿母，啊，尽管是伫当时家底，啊是有人发现着，你家提醒，啊，迄是啥物人？啊！若予金文知影讲我应该伫个什么所在，安尼就害啊！阿忠啊，我听你讲有一个先生啊，你伊这目睭真牛嘞，我带你来看卖好不？唔免啦。阿忠，卖阁讲啊啦，目睭睁唔着已经睁迷啊，袂好啊啦。佫开啊侪钱去请医生，要创啥？阿忠啊，我嘛问过，甲你看过医生，伊拢讲你的目睭唔是讲介严重，无药医啊。只要若有一点仔希望，咱拢莫放弃好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唔管有效啊无效，啊你无你试看嘛，哪会知啊？好不？好啦。耶。好啊。对啦，啊你是你变啥？啊啊！阿忠目睭找袂，你变个哪看有啦？伊呀，啊，阿舅，阿姨，阿舅，阿舅，啊啊，你，阿舅，啊，你看你等的遐水吹过啊，伊呀，啊，阿姨，好，好，好，遐小水洗一久啦，阿舅，哦，好，啊，你等，你等，你等，阿姨，啊，好，好，你放心，没事，阿姨，好好好，好，好，你等，你等，啊，臭皮八波，讲咩，遐水洗一久，我都在咧吹过。春啦，无你是困死啊，是毋？阿母，你若想要练走路，会好叫阿春陪你啊。你的脚都无好滴咧，万一若搁为楼梯跋落，是变安怎？伤危险啊！袂啦，也是较细个较好啦。阿春啊，有头家娘入去休困啦。一切一定在楼上。怎么会没有呢？你为什么确定一定在这呢？我看阿布跟心莲一直注意着楼上的方向，不在这两个地方，那会放在哪里呢？会不会在楼梯呢？怎么说？那天阿布跟心莲昏倒的时候就在楼梯呢，也许他们顺手就放在那附近也说不定啊。你点过
心内，乡亲们所在异乡。深深地爱你，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奇怪，那天阿波跟新年一直躺在这里，这里除了盆栽，应该没有地方藏才对啊。莲花盆你找了没有？说不定啊。一日找不到印记，我就一日不能心安。现在我要改变我的方式。你想改变什么方式？我一直给阿布机会，事事顺从，不敢得罪他，他还是不肯把印记交出来。现在我已经没有耐心。你想怎么做？软的不行，我来硬的。我就不相信逼不出来。你不能对阿布太过分呢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的。阿爸，阿你有要紧无？新年，麦得要烦恼。我哪会袂烦恼啦？啊，你有人来接我，予人拍到安尼，我感觉对你我足歹势啦。哎呦，你若安尼讲话，我看到你受着遐尼济委屈，我若看到张警员，我就足气。我拄只吼，应该好好甲解释一下。啊，我来接无路用。阿公。阿孙啊，今晚少爷跟你即摆就带新人少奶奶啊，甲带大娘去啦。来来来，快坐下啦。少爷叫你。太可怜了。哎，慢慢喘气。哎哎呦喂，亲。你们来泡药了。你明天面蛋，和你讲到青脚白手，你还袂甲你报一声笑话呢？你较计较了？你来。伤心的